想到陆河竟然是六条，陆回脸盲吗？女神，真的是哎，你看脸盲。来，是是是是，校长您说的对，您放心，这事儿我一定给您调查清楚。哎，嗯，好。说吧，这事儿怎么处理啊？这新闻社是怎么干事的？主任，这件事情跟新闻社没有关系，是我们摄影社的责任，我作为社长责无旁贷。认错有什么用？杂志社联系了吗？联系过了，已经，幸好他们还没有印刷，我还能及时喊停。正确的照片我也发给他们了。以后凡是稿件照片要发出的东西一定要严谨的校对。大二了，不要老用这种事情给我上瘾药。嗯，明白了，主任。陆回竟然是脸盲，还以为他是为了维持高冷女神形象。这回塌房了，原来是根本认不清人。起开！围在这儿说别人坏话，证明你们长嘴了是吗？能不能善良一点？谁把房间的灯暗了下来？直到现在我还在等待。陆回，窗外的寒风吹进来，而我只剩无奈。一个人走在街道徘徊，现在我已被别人取代，我还在期待你回来，可是你已不在。还要多久我才能将你遗忘？人潮汹涌，一生一别在城墙，总在妄想有天能倒转时光，红了眼眶。多年以后你和他过得怎样？再次遇上就不说声见谅，当你走远后转身回头望，如梦一场。哟，陆回，你认出我是谁了吗？大家一个社的，天天见面，你连个招呼都不打，这就有点太不礼貌了吧？人家陆回脸盲，就算看见你一百次也不认识啊。陆回，你有病就早说，大家都会关照你的。你明明脸盲，你还骗大家？因为你脸盲，给校刊和杂志社传错文件，害得整个摄影社跟着背锅，你真行。哎，陆回，你不仅害了摄影社，我现在还怀疑你以前那些获奖照片都有问题，必须给大家一个说法，大家说对不对？对，是是是，给我们个说法。你们闹够了没有？我是老常州。哟，这么多人啊，一起欺负一个女孩，丢不丢脸？我们没欺负她，就是要个说法。她有脸盲发错照片，整个社团因为这个事儿倒霉。对，连我们新闻社都被牵连。就是，她脸盲就别出来祸害社团，应该让她赶紧退社。别怕，有我在。脸盲怎么了？哦，脸盲就该待在家里不出门见人是吗？脸盲就该被你们无端的指责和质疑吗？刚刚你说陆回因为脸盲发错照片，你看见了吗？有证据吗？事情都还没有查清楚呢，凭什么让陆回来背锅？脸盲倒是没有错，有错的是你们这些心盲的人。你不服气啊？我告诉你，如果陆回因为脸盲就要退社的话，那你们这几个挑事的人会因为品行不端而被退学。况且现在事情还没查清楚，如果最后证明跟陆回无关的话，
你们想好怎么道歉了吗？还是说主动退社啊？跟我走。要是我不加入摄影社，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了。该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的。你不用那么自责。不过这次的事情发生了，倒是解开了一个困惑我已久的疑惑哎。那天我刚到学校的时候，一天见了你三回，你次次都把我认成陌生人，搞得我还差点对自己产生质疑。我就说嘛，毕竟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我这么优质的外貌的。你长得很好看吗？那是众所公认的。只可惜我脸盲，再见面我也认不出你。那又怎么样？我能认得出你就行了。我一定有办法可以让你认出我的，一定。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脸盲最大的遗憾就是真的看不到我的盛世美颜嘞。你也太凡尔赛了吧。哎，真的，不过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弥补你的遗憾。我再许你摸我。真的，你摸摸看嘛，感受一下。啊，你干什么？这就对了嘛，你笑起来多好看啊。要不咱们先走回社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呢。可是我不想回去。你不会因为脸盲的事儿就不想认真对待社团的工作了吧？当然没有。我因为脸盲，每次核对照片都会反复记清楚每个人的轮廓以及他们对应的名字，而且我都会反复检查3次以确保没有问题。那应该不会出错，所以问题到底在哪儿呢？我也奇怪，那天我明明已经上传了50%了，出去一趟又变成30%了。你上传的中间出去过？嗯。走。去哪儿？找证据，要公道。你在哪儿啊？我都找你半天了，急死了。繁星，我没事，我跟揽成舟在一起呢，现在要去摄影社。哦，好，我就在摄影社呢，等你们过来。江学长居然跟我有一样的兴趣。9月15日，要多注意穿红色衣服的人，有可能他就是你的命中注定。红色衣服，
那天我好像穿的就是红色衣服，对方一定是金牛座，我上升星座就是金牛，哎，而且我也喜欢星座。天哪，这是在说我是江学长的命定。繁星，陆回，学长，没想到你做的这么详细啊！是的，陆回记录的时候我都在旁边，他真的很认真，真的呢。但是，这个也不能作为证据啊。没事，陆回，你别担心，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找到了，这证明不了什么吧？他可能就是落了东西回去拿而已。你说的对，所以我们还得加码。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我没有，我只是落了东西在教室里而已，所以又回去拿。你凭什么说是我改了陆回电脑上的资料？哎，我刚才可没有说你改过陆回电脑里的资料吧？我不过不用你说，我想教室里面那颗摄像头应该看得一清二楚。想看看吗？是我要怎么样？陆回他有脸盲，他瞒着所有人进入了摄影社，他就没有错吗？他是错，但他错在太在乎脸盲这件事情，错在他以为脸盲会给大家带来麻烦，让大家讨厌他。他就因为脸盲这件事情，付出了比别人多百倍的努力。你看看你。你的行为，你的偏见，正好印证了陆回之前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陆回，你一定要相信，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从今天起，我们摄影社全员都佩戴人名牌。我相信大家也很愿意帮助陆回同学来认出自己吧。愿意，可以，必须的，一个社团的是吧？嗯。你的事情我已经上报给学校，你的处分很快就会下来。至于你要不要留在摄影社，你自己决定。留什么留？我退社。他还退社的？我确实看不清大家的脸，
我有脸盲症，天生的。我以前不敢跟大家说，除了怕添麻烦。更怕被区别对待。但是我以后不会了。谢谢大家。没事，这是应该的。加油加油加油，不会加油，我们加油，我会帮你的。加油加油加油，不用担心。加油加油加油。脸盲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啊，你的能力大家都看得到，我们会帮你的。就是啊，对啊，对啊，我会帮你的。大家都跟你在一起。我先把名牌发给大家吧，来，王成洲，繁星，魏月化，来，陆回，这回你肯定不会认错了，我们都会帮你的。对，来，张存，是的，你的。谢谢你，这下好。江学长，也要谢谢你。繁星，谢谢你一直陪着我，你很棒。谢谢大家。没关系，应该的。摄影社真有内鬼啊？是啊，那是怎么发现的？我哥用了个假摄像头就发现了。哦，不过一个连脸都认不清的人来新闻社的话，我可能会疯掉。要是采访的时候认错人不就完了？你说对吧？不对。啊，佳佳，我哥跟我说，陆回虽然是脸盲，但是他对待工作十分认真。我给你看吧，这是我哥给我发的。你看，佳佳，作为新闻人，我们不能有偏见，我们应该比其他人更注重事实和证据。况且，他努力的真的不比别人少。对啊，写的真的很认真。这是什么？哎，佳佳，这 P 的 ，P 的 ，P 你个大头鬼啊！来我浪，你居然敢骗我！来我浪，你居然敢偷拍我！你是不是偷窥狂啊？佳佳，这是我第一次看你睡觉的样子，我觉得很可爱，我……你别说了，我看看你还拍了什么。完蛋了，我的形象去了。
吃的好饱。哎，陆回，这下你不担心了吧？我都说了，脸盲没什么的。我现在觉得有些事情，与其藏着掖着，不如坦然面对。以后我也要更加勇敢才行。漂亮。糟了，我手机落下外滩了。要不你先回去，我去拿手机。好。哎，行。之前郭佳佳遇到跟踪狂好像就在这附近。陆辉一个人不会有事吧？就是他。你个跟踪狂，看我不打死你！江学长，怎么是你啊？我看朋友圈你发跟陆回出来吃夜宵的照片，我有点担心你们，所以完了完了，他一定觉得我是怪力少女。没想到你力气这么大。抱歉啊，学长，我不是故意的。真的啊，没关系，女生会一点防身本领应该的。男生果然是爱我的。真没事啊。朗晨舟，你认出我了？陆回，完蛋了。怎么了？我这次四级再考不过，我可怎么配得上江学长的命定女神神圣身份？我男神可是四六级一次就过的英语大神。什么命定女神啊？哎，你知道吗？那天我在江学长星座书上看到的，他还特地做了笔记，说的就是我。真的？但是他为什么不跟我主动告白呢？哦，一定是不好意思。我要不要主动出击？我支持你。但是好像还是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比较好，你到时候可要帮我啊！我肯定会帮你啊。江一鸣这个家伙居然偷偷的找陆回，说好的公平竞争呢？哼，我这个笨蛋是王小红，后半句是。怎么卡了？不好意思啊，我迟到了。江学长，我今天给你准备了提神补气的人参茶。谢谢你啊。不好意思啊，陆辉同学，麻烦你了。放假还要来我们社团工作。没关系的，我本来就是社团的一份子嘛，应该的。谢谢。你们是在复习英语四级吗？对啊，我去年裸考的，还看错了作文题目，唉，悲催。我去年也因为生病没考成呢。学长，你真的过了？考过了呀，我大一就考过了四级了。一次就过呀？怎么做到的？其实就是平常的时候多做一些题，然后想放松的话可以看点英文电影。我们刚刚就在看。突然间学校的网就卡了。对，
《泰坦尼克号》是一个很经典的电影。你看过啊，学长？看过。但是男主正告白，我们就卡住了，都不知道后面说了什么。Winning that ticket was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It brought me to you, and I'm thankful for that. You must do me this honor. Promise me you will survive, that you won't give up. No matter what happens, no matter how hopeless, promise me now. 他们怎么都知道？好厉害！ Never let go of that promise.朗同学不愧是交流生啊，小意思。泰坦尼克号真的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电影，而且他对于爱情的解读也非常让人动容。毕竟 One may fall in love with many people during the lifetime. When you finally get your own happiness, you will understand the previous sadness is kind of treasure, which makes you better to hold and cherish.The people you love. 江学长好棒，是不是陆慧？嗯。学长，你英语这么好，要不帮我们补习英语吧？可以啊。江学长那么忙，要不然我一起来帮忙吧，还能帮你分担工作。好啊，你们两个一起教，怎么样，陆慧？我觉得挺好的。哥，你回来了。咋了？把你四六级的英语复习资料统统给我拿过来。你要复习资料干嘛？你又不考。你找就行了。哦，你要改变主意帮我复习了。等会儿啊。这。还有。好了，行了，你忙吧。现在开始吗？哥，你不至于吧？你拿我给你的资料给陆回补习，你这重色轻友的程度也太过分了。嗯，干什么？过来呀。想不想知道一个可以接近郭佳佳的办法呀？不可能。我哥不肯帮我，我自己又学不好。你要是不帮我的话，我四级肯定过不了。我四级过不了，我就毕不了业。毕不了业，我妈就会气死，然后打死我。我的人生就全完了。这么惨吗？不至于吧？你怎么还哭了呀？我的妈呀，好惨啊，佳佳！哎呦，我答应你了，我答应你了，真的。嗯。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很严格的。你要是敢偷懒的话，保证不偷懒，保证听你话，保证考过，绝对不给你丢脸。嗯。那佳佳，我考过了，你可以当我女朋友啊。狼有浪。你别得寸进尺啊！你想别的有的没的。疼！我告诉你啊，你先考过吧，考不过想都别想。佳佳，那我考过了是不是可以想了？来，走慢点啊！我回来啦！嗯。哈，啦啦啦！哎呀，你怎么又坐我的床？真是，我又不是没睡过你的床，怎么那么小气啊？是啊，你不仅睡过，还尿过。女孩子家家不能这么暴力，真的是。嗯，你看四级干什么？哦，这不是陆回和繁星要考四级吗？我帮忙补习一下。我考四级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帮我复习啊？
您从小品学兼优的，还需要别人帮忙补习啊？那当然，我是谁啊？你这个四级资料发我一份呗。你要四级资料干什么？我帮郎永乐复习一下。谁？郎永乐。谁？郎永乐。哦。对了，正好我们要补习，我们就一起呗。你们？哦。还有谁啊？老陈叔。肯定是看到我在这儿才坐过来的吧？哼，还装看不到我？还是我主动点吧。放心吧，有我在，英语四级肯定没有问题的。陆回。你好，我郎成舟，你又没认出来我。不好意思啊，我又没认出来。没事，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认出来我的。没错，所以我们才要做一对一的有针对性的训练，是吧？是不是江学长？那个正好，我帮陆回同学做了一个专门的复习计划，一会儿我叫陆回，那其他两位就交给大家啦。先练听力吧。你的字条都背了多少了？想从哪开始啊，陆哥？免得吵到我哥他们。你今天认出来我了？那我们是这里也行，背到这块了。好，真是真好看。那我们从这页开始。怎么了，佳佳？听力里面有什么呀？有那个，一百年以前有你个头啊！好好听。这么多，我可怎么背啊？你不用担心，好，用我教你的方法，你很快就能学会的。嗯，
我一定好好学，不辜负学长的一片关心。那我们开始吧。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就它吧。R A B B I T Y， 你看这个单词，它像什么？很像兔子 ，rabbit。对，在动物的后面加一个 y， 就代表这个动物的性格。所以说这个单词意思就是胆小的。再比如说 fox 狐狸这个词，在它的后面加一个 y， 意思是 fox 狡猾的。对了，下一个，下一个就是我们从哪里开始啊？从头发开始啊，记住我这个发型。从今天以后，我只梳这个头发。还有这个，从今天开始，我只穿这一款衣服。闻到没有？从今天以后，我只喷这一款香水。浪，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让你认出我。我们还是先复习吧。复习复习。首先，我们讲一讲单词怎么可以记得更快。一定要记住有词根和衍生词。想想把被你看透，又怕你装作不懂，收起我的情绪，没都有皱了。我把心对着又对着，遮不出爱的牵着痕。你的眼神恍如银河，我却没有伸出资格。把记忆对着又对着，遮出无数个空白格，填满你的喜怒哀乐。学不动了，太累了。我也不行了。Great， 路回路回，过了，及格了，及格了。过了，太好了。其实吧，我也学对人了呀。哎呀，好了好了，感觉大家都学到瓶颈期了，再这么学下去也只会越绷越紧的。嗯，不如我们寓教于乐，换个地方学。我之前在国外做交流生的时候，每过一段时间都跟朋友一起去迪士尼做兼职，又能赚钱还能学英语。我觉得我们之前那种填鸭式的学习方法吧，只能死记硬背。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也去游乐场学习？这个好，我赞成。我也同意啊，放松一下特别好。我才不去呢。佳佳，你不去我怎么办啊？哥，郭佳佳同学，集体活动参与一下呗。去嘛去嘛。那好吧。
哇，这里空气中都弥漫着棉花糖的味道。天下，你想不想吃？我又不是小孩子了。那我要给你买。哎，看摩天轮，你想坐吗？我好想和江学长一起坐摩天轮啊！你可得帮我。嗯。哎，各位，一会儿入园之后呢，大家就不许再说中文了啊！哥，你分明就想岔开话题，以为你恐高。哎呀，老学长，你终于换衣服了呀！哎，佳佳，你今天早上是没看见，我哥说错了。啊，我今天发型、服装都蛮到位的啊。嗯，来来来，闻一下。可以啊，相当可以。我跟你说啊，陆回一会儿出来，一定能从人群中一眼就认出我来。哥，你能为陆回做到这份上，我真的太佩服你了。来了，哎，嫂子来了。啊。朗成舟，我，你怎么又没有认出来我？我今天已经很明显了。啊？你看 ，what？ 现在抄袭已经这么猖獗了。郎有浪，你又说我什么呢？咱们出发吧。三二一，出发！走吧，走吧。You want dash？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哎，我是想问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冰淇淋？我这英文真是张口就废。Matcha。什么意思啊？是抹茶的意思。Thanks。What does he like? What have? 嗯？他怎么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的冰淇淋？我告诉你，我都光饿了。饿了？嗯。那我们等会儿去捡东西。学长 ，I bought some ice cream for you. 谢谢。Thank you. 那。你最爱的香芋口味。嗯，哦，我不知道香芋味怎么说。Taro ice cream。哦。You are so considerate。嗯。You're welcome。学长，嗯，太难了，这说话前都得想半天，脑子都要不够用了。对啊，我也不想听蓝有浪那个家伙在我旁边磕磕绊绊，烦死。哎，好了，实在不行我们就说中文嘛，我们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开心最重要，对吧，陆怀？好，来，走，走，走。哥，我觉得他是来搅局的。郑繁星围着他转也就算了吧，现在佳佳也都围着他转，还有陆怀，这口气。你怎么咽得下去？谁说我要咽下这口气了？这比我之前玩的都要刺激啊！你牵着我的手就不害怕了？谁要牵你的手？我要做江一鸣场面。啊！陆慧繁星，你们想不想去玩啊？好啊，我都好久没玩海盗船了。对啊，我们上次排了好久的队都没玩上呢。那走吧。走吧，走吧。哎，我看那边好像还有一个魔术，还挺棒的，不要钱呢。我们要不要先去看那个魔术试试？走走走走，什么术啊？哎，都是魔术啊！太好了，学长，马上就排到我们了。嗯，佳佳，你害怕吗？有我在你旁边，就不害怕了。你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就这有什么好怕的？就这样压吗？嗨，哎，老车长，你怎么了？你还可以吗？喝海盗船？我还可以。
没事吧？早知道这么惨，你就不应该上去。没想到朗城中口刚这么严重啊！我想要去趟厕所，你帮我想个办法，帮我把手机给录回，然后带着你的龟在家找个地方玩去，懂吗？哥，你真牛！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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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他要去卫生间。哦，啊！可是太阳就快落山了，我还想趁着有天光去鬼屋呢。走啊，我陪你去啊！哎，陆回，你等我哥吧，这是我哥手机。我也想去鬼屋。那我、啊、江学长，那你陪繁星去吧，我在这儿等一下冷晨钟。啊，行，那我们几个一块儿去吧。太好了，太好了，走走，学姐，快！跟上啊！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没事没事，走走走，姐姐你别害怕，我在呢。不行，江学长，我一会儿进去，你别害怕，我保护你。不是不是，是我想的。哎，佳佳，哎，别怕，没事。怎么回事？看好你的郭佳佳。你才看好你的江一鸣。这样，一会儿进去，咱们找机会分开，各走各的，怎么样？成交。有我在，来！救命！太吓人了！江学长，啊，你别害怕啊！啊，我保护你，别怕啊！啊，我保护你，你保护我。没事没事，走。没事啊，走走走。都怪你，你跑那么快干什么？我早上吃的早饭都要吐出来了。佳佳。你是不是喜欢江一鸣？江一鸣，我喜欢他干嘛呀？那你刚才在鬼屋叫江一鸣救救你？我喊的是江一鸣舅舅，舅舅江一鸣是我舅舅，我妈的弟弟。舅舅？对啊。我把孩子送回去，同时晚上7点开会。哎，你有事吗？不好意思啊。今天大消息，江一鸣是
韩香，学长，这个是我以前考试时挂在包上的，我知道你也喜欢罗小黑，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把它送给你。谢谢学长。那我祝你一切顺利，考试加油。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干杯！我们考级顺利，干杯！耶！你跟他那样，没考好呗？好了，我们下次再努力嘛。没考过呗，就他自己没考过。哎呀，不是还是有机会的吗？虽然我跟老友郎是堂兄弟吧，但我们血缘关系很远的，你知道吧？知道啊。所以。基因还是不太一样，应该不会影响后代的。来，两只粥，干，干杯。慢点喝。顾佳佳，干嘛？死期没有成功，是我没有兑现诺言。我现在不能当你男朋友，我知道。但你也喜欢我的，对吧？请你等我。我下次一定成功，我一定成功。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佳佳，你慢点，我一定成功。没事没事，我们继续来唱歌唱歌唱歌。陆辉，老学长，唱歌，我唱一个。我最不喜欢唱歌了，我不唱，我唱完了你们唱。哎，行，那我唱吧，那你唱吧，我点歌。借歌曲跟我表白，什么时候承认我心痛，灯熄灭长夜漫漫无边，你出现星河清晰可见，点亮我们拥有的单纯美好的一切。想念昨天，收藏我们一起每个画面，有你的夜空繁星点点，闭上眼能不能就这样定格时间，你转过脸，整颗心早为你换钱，今夜我依旧在你身边，能遇见就让我甘心情愿赴一场冒险。我都不知道你会唱歌啊，会唱那么急，是不是脸红了？老友让他回去了吗？应该已经回去了吧，不知道他们俩怎么样了，应该没事吧。要不然我先送陆辉回去，繁星交给你。他们俩不是住在同一个宿舍吗？不用分开啊。繁星可能还想再逛会儿，是不是繁星？对，我想逛。我猜他想再单独跟他相处一会儿。那我先送陆辉回去了，走了。啊，拜拜拜拜拜拜，走吧。你听，
闭上眼，树叶从绿变黄，打压了星空，晕着红红脸颊，风里和着不好意思啊，他想起啊不说话，把秘密告诉我，一不想你怎么这么喜欢这首歌，小的时候我因为认错人差点跟坏人跑了，警察找到我的时候外婆都哭了，都怪我脸盲。所以小学五年级以前，我妈妈为了照顾我放弃了她心爱的工作，外婆也因为要接送我放学而不能去跳广场舞。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这不是你的错，但是我以前不知道嘛，现在懂了，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的。你不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吗？好听啊。给我想象的时光，伟大大的梦啊，就是那句没说出口的喜欢啊，不说话，等触动变盛夏，才埋下的爱情一瞬间慢慢长大，成长长长的走廊，暖暖的影子啊，映着我们那句我喜欢你。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哦，我陪郑繁星逛了会儿街。郑繁星？哦，不应该是陆回吗？陆回冷成舟送他回去了。哦，你看起来也没怎么样吧。啊，哎，我跟你说，那个郎有浪他人不错的，你别太作了，你把人家给吓跑了怎么办啊？那个笨蛋怎么能把答题卡忘了填呢？佳佳，我也不想。你相信我，下次我一定成功。江学长喝咖啡，只喝拿铁。江学长的命定女生是我，郑繁星。江学长和郭佳佳是亲戚关系。江学长不吃香菜。繁星，芦回，你回来啦！你在写什么？秘密，不给看算。你知道吗？嗯，江学长今天请我喝了多肉葡萄，他居然知道我喜欢喝多肉葡萄。你说他是不是一直都在时时刻刻关注着我？我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男朋友？你表白了？没有，不过这不是迟早的事情吗？我也不能让他等太久了。哎，你跟郎成舟怎么样了？没怎么样啊，你管好你自己吧。哼，没劲。
Hello， 朗同学。嗨。嗨。张存，来，来杯话，你拿一下。谢谢社长。江学长。可以啊，陆怀，一下就认出我来了。给。繁星同学。哎。最近认人能力又厉害了呀，陆怀，还没提醒你呢啊。陆怀，你看看我是谁啊？你是。你是魏夜化学姐。对了，认出来了。真的认出来了。真是吧。那我是谁呢？你是。你是柯佳学弟。对了。那我是谁呢？你是陶醉。没错。那我呢？你觉得我是谁？我是摄影社最靓的仔林楚楚。可以啊，我听繁星说陆辉受了你的启发。都认出来了。什么意思啊？陆辉用你的方法把大家全给认出来了。可以，你是张总。好了好了，大家开会吧。我当然知道可以啊，但也不用应用的这么广泛吧。你是只想让陆回认出你吧？你什么时候来的？就刚刚，刚刚江社长夸你的时候。你不会是吃醋了吧？活久见，在哪儿都耀眼的朗城中，居然在陆回这儿变得一视同仁。我告诉你啊，我一定会制造一个专属于我们的记忆，别人复制不了，听懂了吗？走着瞧吧你。天哪，我的哥，我的哥居然不淡定了。好了，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马上我们校园歌手大赛就要开始了。到时候呢，我们摄影社要负责给选手们去拍海报，在比赛的现场，我们还要出人摄影摄像。那具体的工作呢，大家就根据这张表上的安排去实行就可以了。好，好。学长，我可不可以给你当助理啊？可以啊。奇怪，朗晨舟呢？他去哪儿了？兄弟啊，兄弟，这个很难吗？啊，那你觉得我能学会吗？可以试试。天分，我赔给你，我赔给你。不行不行不行，我就学一首歌，帮帮忙，求求了。好吧，谢谢。哥，你为了陆回都开始自残了。你要干什么？我有一个让你快速消肿的方法。快快快快快，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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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有浪，你有毛病！我一会儿还要弹呢，你给我弄破了，我一会儿怎么弹？我哥居然暴躁了。哎，好，准备好，好，准备一点，三二一，同学，准备拍了，来。三二一 ，OK 了，祝你比赛加油啊！谢谢。换镜头吧，学长。好，好的。谢谢你啊，繁星同学，幸亏有你在。哎，也不知道陆回那边拍的怎么样了。
不用客气的，学长，以后我也可以在你身边当助理啊。好呀，上次在小镇也是你一直帮我的。哎，对了，我看看下一个来拍照的是谁。对了，学长，上次你在 KTV 唱的那首歌，是不是想跟我？浪成舟？什么？嗨，我们换个地方拍吧。拍了没有？别乱动，马上了。麻烦张学长把我拍的帅一点啊。这样拍多奇怪啊。是啊，他想干嘛呀？浪成舟，你确定你要这么拍吗？拍吧拍吧，赶紧拍，可以的。哦，好，来啊，三二一 OK。 我看看。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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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了啊。哎，你到底想干嘛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当然不是了。我跟你说啊，我哥他会什么都不奇怪，就这个音乐细胞啊，他真没有。真的呀，我不骗你，佳佳，我哥啊参加这个比赛完全是因为什么呀？想知道啊？想知道？那你当我女朋友？做梦！哎，佳佳，你别生气啊，我告诉你还不行吗？还是算了吧，这马上就初赛了，你这样没法见人啊。没事儿，我有办法。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真奇怪。吓死我了。天哪，这是有颜走遍天下。哥，我给你跪了。现在能唱两只老虎圈粉的人可能也只有你了吧。这算什么，重头戏还在后头呢。挺帅的。哎，这是谁啊？这是浪成舟吧？大家好，我是浪成舟。这一次决赛现场，我想要用一首歌向我喜欢的人表白。还是问我们？到时候见。老郑州这小子可以啊，唱歌够呗。去找找，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啊，好，哥，
我先出去一下，我出去一下。听出来了，这就是老乡说的那种特别的人，是的，才是见识的人物。怎么回事？怎么是沈优坐在那个位置上？啊！请同学们马上入座，德成学院校园十佳歌手大赛即将开始。沈优，你怎么在这儿？我是收到朗城州邀请函才来的。这是我哥他给录回的，怎么在你这儿？明明是放在我桌子上的呀。哎呀，反正这就不是给你的，你不能坐这儿。郎有浪，你们太过分了。同学，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你能帮忙搬点东西吗？我们需要人手帮忙搬东西。可我这着急进场，快来不及了。哎，帮帮忙吧，很快就好的。我得赶在开场前把东西搬过去，要不然就影响比赛了。那好吧，快走吧。把心对着又对着，折不出爱的戒指痕。同学，东西特别多，都在里面呢。在哪儿啊？同学，怎么回事？同学，你干什么？我才在里面呢，开门。啊，陆回，我们也在找呢。回，他应该早就到了呀。你干嘛呀？马上就到你哥了。我在找陆回。陆回，陆回还没来吗？你们先别着急，凡心，帮我拿下。啊，好。让魏月花帮我盯一下现场。啊，我们分头去找陆回。走，走走走。来，没事。怎么没信号啊？有人吗？有人吗？爸爸，放我出去！填满你的心。据说他的歌曲是为一个特别的人而唱的，让我们欢迎朗城州。
不会吧？是谁啊？陆回吗？陆回，郎咸洲。